马上给我接一下，快点问你一些不害怕的老急一下姑姑。爸、我买了两个西瓜过来。买个都十多，你现在已经接。今天走，今天走，今天走。嘿，爸爸，我们来了，帮你买了几套衣服，带来点东西。哎呀，买不都等下来呀呀！来，我们再今天坐，来，今天坐。娘亲啊，那地也看到人间呐，又买了好大，挨着你家里那首富啊，那天生你的那条件呐。想起了年迈的他，不懂，你怎么没有？哎，快点午饭。爸，我去做了。带着你对我的定制，也带走你对我的牵挂。端午节啊，这里有一个饭店。哎呀，啊，我们先走了，把它送掉。好，快开慢点啊！爸，我走了。爸，你的毛巾呢？爸，我的老父亲。抖音。